Hello， 行，那我们今天晚上9点的话呢，一样也有我们的观众投稿时间啦。那这个的话，他一开始好像是要抛给朋友看的哦。然后第一个是打未来篇第三章的月球的比较简单的攻略，然后另外一个是狼女异星的关卡哦。所以大家如果还有这两个关卡还没有通关的朋友们呢，都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影片。然后大家好像都是因为被小弟弟的影片来提振了信心吧，我真的觉得大家就是不要想那么多，好不好？你们只要影片超过8分钟，不管你们怎么样，好不好？什么样的内容，我都会先看一下。如果是真的就是还不错的内容的话，我就会帮你们就是 po 到我的频道上面。我现在我频道也比较播放了，也没有就是一定要干嘛，只是一定要8分钟啦，这样我会比较好办事情，好不好？因为大家可能会说，就是哲明那个8分钟是为了要插广告，插广告是一回事，再来就是你的影片呢，就是那个触及跟那个东西都也是算在里面的，所以它超过8分钟、超过10分钟的东西是哲斌必须要去维持的啦，也不是一定就是要插满广告什么之类的喔，但是一半的也是这个原因，但另外一半的话就是尽量不要，就是因为短影片跟长影片它的那个判断的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尽量就是维持我影片都是长影片这样的概念，好不好？所以这边的话再麻烦大家啦，好不好？那今天的话呢，这个他是没有写他的名字，不过这边会再把他的频道的连结放在下面资讯栏给大家看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他的表演咯， Last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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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不过他这边的这个画质是稍微比较有点低一点，所以这边会把它就是视窗缩小一点点哦，就是请大家再来看一下啦。那我们今天就先看一下他的表演喽。